者吴志伟台北报道。鲶鱼哥日前在台视外景实境竞赛节目综艺三国志中男扮女装，戴上浪漫卷发台别上花，深邃轮廓，女人味十足。他在录影时对王少伟毛手毛脚，让王少伟不堪其扰。至于他没认真玩游戏，故意不过关，惹得他也暴走。小次，换你来扮女生，不知道这个工作很辛苦吗？张立东看到王少伟脸上的巨无霸唇印，还幸灾乐祸补枪，好像被鳄鱼咬到。不过张立东马上就得到现世报，他和花花挑战正面挤爆气球时，不料游戏开始时气球却突然掉落，导致两人直接正面冲撞。只见张立东抱住小立东倒地不起，怒呛花花乱搞。花花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没好气的反呛，明明是你刺到我了，肚子要流血了了。张立东有三重要部位撞到花花前排左二的肚子，还被对方嫌太小。台视提供张立东在节目中被撞到重要部位，台视提供。